阿须吃得一包当当，绕路吃白瞎过上房。今天要让你上房呢，先不吃着吃。我你御酒楼人啊，要1600多的年的历史。北宋人家御酒太守严盼，根据火木造席，带来瓦匠，对我你御酒瓦当啥炉火。北宋的人家呢，给我个接头吧。自家能记着我，人家该啥炉火？若煤子火啊，窟窿火啊，一门火的当几个瓦是他一瓦，要来呢我拿我吧。哎，为了咱们还让我们两个遇见古人，我火门中寒意，祝你能接以前门上故事，红油在疙瘩等。今天是我们遇见之一系列节目，开始播遇见三路火。今日的时间，卧龙岗的提供的指导曲，给张江杨次多西都有叫人啊，带来搞我的玩意。杨能国，来搞我是宇宙人最热的对门别子。啊，杨能国，你现在来搞宇宙啊，又将找宇宙卧龙岗的腾一腾，卧龙岗那个宇宙人的故事。宇宙给叫了高我的历史文化只有北宋人家开始的。最出门的也是多是宇宙之父一部给书瓦等的杀在路火。这是北宋的城门一户头，据王羲之讲，是北宋的碑林，还有是湖南的开封，已将要宇宙采此的巨马地方。可以说，宇宙的发源是由北宋开始的。北宋延圣六年，还有是公元一零九五年，史上一部大成宇宙之父，给个水东部的朋友啊。我欲叫人类原来的五彩彩火跃升瓦当我杀在炉火。在北宋之一啊，欲叫和欲盖其他人士一说，热爱的是火字这个概念。嘿，阿你解火字这呢？到了汉代，特别像汉长城都城，到了那个时候的话，仿巷子、仿市制呢，已经是开始了，正是在。城市的规划里面已经开始是啊，它就是把城市里面的人员集中固定在相应的方里面，然后把商业的空间集中在某一个区域里，这样就形成居住区跟商业区的划块管理。那么商业区居住区的话，它这个坊呢它是封闭的，那么这个方之间它是用坊墙把它隔起来，方跟每个房里面还有门，方门，那么里面呢还有对方进行管理。或是这个举人啊，来把神马每日必须家做日内，日外是服装开店，或可是自家是本意家开，或门或日门遇见举人自家开吃，举人自家家务。但阿兄人家日是将子做生意的。火呢？阿福中来把什么话去找？商品的发展，你这种滑块的管理，虽然从行政政治上，从行政上管理，你是利于这个社会安定团结，是社会稳定的。但是你是大的一个城市的话，你商品集中在那种交通环境下，在物流很不发达情况下，它是不利于这个商品的交换的。所以说呢，当时呢就慢慢的，方这种概念呢，在慢慢的开始呢出现了这个。已经不适合这个
时代经济发展。但是啊，一般书记的有九三路火也将扶持女类的火日子归类扶持红白吧。给两件白送的菜吃是有九不会够修作的，给对了我谁家白送上午母母一乐给当个事啊。上楼非常牢固啊，新河就是我们现在的新河街。这就是我家发了次浪家的退伍啊，啊，又是过白送上午家母上最热给那个意思。给配个旧居祖居过三五月的白送阿五爷阿是上午家去退的。给当时来了白送的上午家也将是开地和南国子无望一段吧。过去啊可能家一岁忙一开地后不还是吃瓦过去。过世灯火后，箫鼓震喧天。三十六方月，一半惊艳圆。一般在永阳街给求十多种，而是给能面谁多日的永阳。大概站在这个永宁桥上，啊，看了的夜的景色，热闹的景色，他就产生这样一首诗。他说呢，当时灯火辉煌啊，他经过啊那个灯煌辉煌的后边啊，那么看就听到呢箫鼓震喧天。箫鼓就是奏乐啊，奏乐奏的这非常热闹，就是这个天空的月亮，这三十六方上的这个月亮啊啊一般惊艳圆。他认为今天晚上这个月亮啊是特圆特好特明亮。他这个时候永宁巷里面就是集中在这个现在我们的永宁这条巷里面的。当时他在北宋的时候，他是作为温州北部跟瓯江跟出海这一块的主要的一个集散的一个商品集散，鱼热业瓦市勾栏都在这一带聚集。所以杨欢这一首诗里面也可以给我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礼方制度他已经在北宋的这个时间，就是杨芳所在的时候已经彻底他已经有夜市了，他已经礼方制度已不存在了。给人给贵了呀，还有就来把生三五啊有日要吃吧。西泥挖用吃是他给我你啊想吃。还是奥贝雷南宋时期啊有就一年的西泥市是预改古改于本中西泥市的菜白。还是阿是在南宋时期有就这次跟南世界帮记忆作女啊谁去吧。一般算是一个最懂于就红土让人的对火锅。南宋对徐在脚尖三楼火子的隔壁房间多久啊，但一般的三楼火走去给人的本国牌子军旗。他意思说他这个排列啊配置非常的整齐，所以我们看到温州这个老的街路啊一行一行一直一直。还有呢他说架地接面啊，整个结构啊非常紧密，结合得非常好啊，什么地方有河，什么地方这个有桥的啊。还有呢他说名利异从，他定下是名字来啊，都符合他要求的那个行业啊。还有呢说各个方面啊各有有趣，那各个方面都有它的妙处。它不是自己自个来选的，它是按照这个街坊里面曾经发生什么事件，有了什么典故，然后把典故把它拉过来，把人文的东西它取了个名字，
让后人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比如说阳明坊啊，咱们新河街的阳明坊，阳明坊讲的为什么阳明啊？当地就是一个女子啊，她老公这个去世以后啊，她是为了报复老公被人家害掉，她把这个案件通过自己努力能够把它平反反过来，名字呢她就是阳明了啊。按照这么一个女子一个典故，她把这个名字呢放在这个街坊里面，这样的话就是等于说每一条街坊里面它都有一个动听的故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故。据记载啊，一般在宇宙的两年内生地门生，每到天色黑那个宇宙来把生啊为无锡出来忙，他就要走下发一般呢阿月日的四多种过得过日做规给能几日个给几岁啊最忙之父我的对话又是宇宙。人家一般的三楼花还有二十个火日大，但是这里火已经越来越旺，不过要的火的名称还一直不露的。是你说人家的这个火在这幅是来这个黑的火，但是这里火的故事来的还是大楼局上的还是大自由。我你越久能我能过楼女孩一上人女孩翘场过次继续翘场，能够我你越久能继续翘场，只把你我是找旧地的能住啊，给人家继续安全能行把给你住能力回来我。哎，上人要我认识谁爹的我空来打不顺，给过次人也女王继续给旧地旧住屋的我吧，成体啊我去吧。哎，而不能认识谁会议日能给旧住呢，可我要带上人上楼过去呢，如此我是该自个，我是该就地，我是该打通，是哪边？那你是归的？冷西山叫你修宇宙上开宇大酒店，登录给你的继续酒席，真该你要上酒。这对协会再不麻烦的，经过隔壁自家的改动，只要可能你修给你弄来在女抽啥举办秀嘞？噶春天你我火候吧，要当继续吧。你要晓得个冷西山那会议，他给个春天一句样词，弄来在女抽啥？一来是在女女士。噶给你个才女抽啥带样个真苦个一类，样个是才女才死。冷西山国，他给个春天是根据旧地来登录个自家谁个，可能是旧地来带个继续个一类自家呢，谁查我？我是在2014年啊3月7号的时候到他们酒店订了一个厅，当时订下来嘛，就是说我们中途有改过，最后一次改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订的时间是在10月初3的。然后他这边的话，酒店他给我是写的是写10月初3，但是他阳历的时间的话是对应的是10月13，就是时间是错误的。冷西山对黑屋改动的大局都去他自己吃，根据大局一局要杀比给我个样，只要比自家可能是男女仇杀，一类自家是男女女士，还有是错误的自家。冷西山又是根据这个自家收入的春天。刚你登录是在一女女士徐强公司，自在个人家黑屋拨个冷西山给自家的屋等的人，给你可自在过大军一买个一类可弄来自家，我是冷西山可给过的，还给一张最傻的可冷西山姑娘姑闹忘的上谁个大军一句的。当时的话就是他们两口子过来嘛，然后在那里说要改日期嘛，然后就把单子拿过来了嘛，拿过来然后之后就说要改到11月24嘛，然后说农历是说改到10月初3，还是说要改到11月24？他没说，是后来说的，是后来他自己拿手机翻的，然后是10月初3嘛，因为手机都看了嘛，谁知道他那个是14年的哦。之前啊，爸爸在嘞，连人也4年在女抽杀带养给一类日家，娃子长日在一女女士。农历日家可能还把一类的日家只拿我睡着我呢，这个一类的日家得的是旧地的睡着呢，阿爸是冷西山过着呢，我就记录这次不得。屋等与分开也，家的还有屋等的不用呢，独立下自在吃。一买呢谁吃？宅女你是，农历日家呢是宅女在杀，这个可小聚一聚的宅女抽杀负一岁耶。分开也家说，过还有冷西山之门，也一类宅女你是。
那你就说五等的部分一句谁落一类是个等你白把连龙眼你个在内会带样给弄类是个样给是在女在杀那你给有谁落在女在杀干你脑最细词可给冷细生你与带有提他一直认为他的农历是对的我一直因为我们的阳历定的是对的因为再三跟他确认了这一张上面有农历跟阳历写上去然后他不放心他说你帮我再写一下当天就直接在背面写上11月24我自家继续给自家有位对吧噶旧地的才女出杀还有是一类才女在四个继续给疼为将还等没吧旧地火娘我给此日鬼给你还要到许多个岁数噶小伙我要从给了女人呢走去一等的背影然后如果说你在我们旗下任何一家酒店找到合适的场地那么我们给你安排下来然后把你的酒啤酒跟饮料我们来供应以就是来补偿你的损失如果说你不能在我们酒店来摆这个酒席那么我申请这个定金给你全额退给你然后至于11月24号这个场地空了我们损失的18万我们自己来承担噶冷细些别日酒店房地给了你父母意这个是酒店日的脑袋个是噶预在后他给夜交对姨妈发的无等奖太累能噶同时扔到另外姨妈发的白衣区酒店火锅多抽日噶睡着哦啊你能咋让头嘞已将脑巴虎主政继续给就好日个让我学火个三五噶你脑巴虎把酒啊是长着过家苦水啊是脑巴虎个日个给了你外国看上得起修自己的家宅物具，只要旧地嘞，对无等奖太下冷些些一瓦，把这一排连起发的，冷些些便是可以解哦。通过这件事情嘛，我们也学到了一些，然后说吸取了一些教训嘛。以后的话，在这个时间上，无论怎么样都要核对一遍哈，还是凡事谨慎一点。今日归用来自己家宅要你收家具我吧，刚来对身消费者和旧地，消费者对于你家屋子的日规无章。等你符合的是所要的故事我找台下酒店都能不落日个酒店你要为他预征个管理系统协会在这边来等就能干你要忙人称忙来的预就能继续呢过车场的你要来日个相对日个负担安抚人称的问题给我忙忙带的那么也会去日个都有谁你过呢给你日里八楼买个礼拜楼啊学我来屋外要围上秋季个秋季呢我得穿过秋季的货色最快的我能过过你来只要架子，我来摆下锅上房、卫生、地界摆下五同多种的酒没喝用的，又还穿过秋季。这个盖里巴的几盆呢，是户籍居住万余万数地主的免费体验卡。秋季的时间呢，是给那些老地不开始，一直年的产地不结束。我来玩些本地的秋龙门方式，一登记一门，或者是3500不再发的个免费体验卡，以及来登记呢是两门。估计是2300不再发的免费体验卡，以及三张今年是三门，估计是1100不再发的免费体验卡，以及到时搿搭趁大我们秀智白举做试一试。哎，一来搿里把第几个梦瑶的积分读到开上考五四学分呢？开上考五四学个五呢？伢今年长久梦瑶大姑娘，我再来吹个球球，永远不要提过这，你就大姑娘无用的哈。接着这个上岸。国子在帮你可以中国西多讲找个旅游的人的阿妈东国在帮照顾帮的人大家不晓得春天照在帮呢还像是养护秋天照在帮呢还像是红衣给人家的正好是秋天在帮个红衣设置西多合适还是要来什么找阿个旅游呢我是去照在帮旅游哎，能这里我你遇见有了旅游人呢啊得去秋天照在帮像是红衣旅游系了国子在帮都西东南外西家在帮的养护与许沙的当地水将军嘎达拉在女王在帮的红衣啊可以送出吧都嘎了个红衣啊自己的特别的个美丽红将嘎为了货币要卡相信红衣在帮买你给我我为湖北一王红衣一些百个扩大过南国鸟多的红衣翁子这则翁子这次说这则是宇宙黑瓦旅游亚公司啊列嘎的这个秋天给了规矩红衣西北个啊太去一里的在帮红衣居向红西楼还要卡向西的这次所给红奖今年呢天气的原因所以今年会红的稍微比较晚一些但是呢十月初的时候呢就已经有游客在日本看到成片成片红红的这个枫叶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推出一条比较特别的日本赏枫之旅那么是在日本的九州的一个赏枫之旅这次也了解的
那个月球的邀卡大多数是去东江大坝的当帮酒的，都认识是旅游目的地。老年人呢，找舅舅黑去去。他给你所要的书中的目光开去的要人抄袭外的舅舅。舅舅的妻子富国龙德啊任务中的要人要卡登陆的作业过口。还是你啊打动舅舅的旅游系列。他给比宇宙黑娃抬去的四年三个啊许西红子楼啊弟弟能虚杂舅舅是旅游目的的。在女你也说宇宙去户一黑句子得了舅舅。修湘西教教的红红人家啊具有教教的黑本红人开始以及小啊罗马的教教之流。因为我们九州的话呢它四周呢都是海，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重的这个海滨风味。而且的话呢九州相对于我们的本州而言呢，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它远离本州会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呢我们就是会比较休闲一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日本的那种就是小清新的那种感觉。然后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就是住一晚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这个火山温泉酒店啊。家属国家方面，四年三个阿叔的在帮西红子楼，在这个国家获得四期发的。南哥的生过辈阿哈给的西楼至泰拉区，有区以百门五千个人学。有这个3999的一个价格，然后的话呢我们到了这个九州之后呢我们可以呢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就当地比较特色的一些景观，而且呢可以享受到当地的一个温泉，而且呢会入住到当地的这个温泉酒店，所以说呢是非常不错，还可以吃吃当地的温泉料理。国次西头古镇有人晓得西头古镇的爱如果都是子女使我的或者杂费我的特当人手的古镇。上将这个些无色之色物湖北高物战略部预议之外，虽有但是古人无如高物侦查的意见，更能用包裹虽无不及由于以来正让预务得当。如以这在找预就是无知无力列嘎的忙你个言语言而吃，我你预就要采把采列物虽都古人还是有个改善侦查。根据社区的上局都是子女洗澡或者死亡过程，列分出每个人每个女人和人的地皮五洲江五八的采访法的。但我预计不往五洲江湖泊外面打别的地区，为同样的地区的三等的别种，各个别种的地区是不止两个别种伏笔。盲人言语王词，我有点几个章鱼事业的五洲所在地的热区或者最外地区上层。对着都是子女死亡死亡得当正门摇，经过生育通过五洲之家还可能黑物池有很多的要加的白肉酱。上句话地区也通过杜绝措施，加剧赛道过程人无属于本无上百的降雪，国家医疗制高可以通路线通的对赛道分车有意对着比例点击，自然医疗无线制高要是得给来对着扎人一些气压物。都是子女死亡的父母一伙，或者小伙生男生子的当生活不能够日来，或者才来就是加意义的，多多帮人要医女要预知区门诊不忙，只等公办医疗职高预办可接受。都是子女死亡的父母我故要为农村不可人长杀无长于点击，要门诊不忙根据本座规律举动得给来把来所做的日子。今年五月八下过三王一和正宗原来在二组那就等于个 F 日 K 为日本打水记录完早次今年出过背水给日本。
过来，需要大家能登录东西摩生来个节目日本，我你忙接这个。宇宙世界黑的火，宇宙那个棒子闹。